彼得对耶稣的信仰告白。马可福音第八章27-30节。耶稣和门徒前往凯撒利亚腓利比境内的村庄，在路上他问门徒，别人说我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你是施洗者约翰，有人说你是以利亚，有人说你是众先之中的一位。耶稣又问他们，那么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。耶稣吩咐他们不要泄露他的身份。